来不及了。会是如何？玄剑仙赵玉珍，他是忘了还有这些人了。就是你们打伤了他，是。那就怪不得我了，我这人一般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缺胳膊少腿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谢谢你。炎魔者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望城山太乙狮子诀第九重。天下素来认为五大剑仙之中，孤剑仙剑术第一，只因他一人居一城的气魄，天下无双。但我却一直认为你玄剑仙的剑才是天下第一。我的剑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剑从不轻易而拔。我有桃花剑36柄，你看如何？虚妄。佛家有云，凡所有相皆为虚妄。哦，那你玄门又是如何说的？凡所有相除了小仙女之外都是虚无，这是我说的，我可代表玄门。无量剑阵起。难道这次真的来晚了？这些都是真的剑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变出这么多武器？这应该是剑气所凝成的剑，但杀伤力剑却跟真剑一样。大家长，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死。大家长，为我们找出一丝破绽。你们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给这个玄剑仙走上一条死路。仙女，来不及了。